诉方是谁呀、啊？我。您是主诉方对吧？对。告诉我您今天来的要求是什么？我只想让各位专家帮我看一下，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家出走。好的，您是严先生是吧？他的父亲。您今天来，您希望表达什么？你们专家给我分析分析。分析分析，哎，这些账怎么欠的？对，好，您是他的母亲，是。您今天来，您有什么要求吗？赶紧给他，那什么，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吧。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。这三，那是三叔是吧？严先生弟弟，您想帮着说明什么问题？我想说明什么呀？就是和这记者尽量怎么帮助把这人找着，把人找着，哎、找着，我们就亲朋好友，我们可以坐上跟他坐，当场就跟他对证。实际上就是说，二位严先生加上冯女士，是吧？基本上注意力是放在账上。这位女士，她作为主诉方，她希望解决的是，请专家帮我分析我丈夫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不是一个方向。我先提个建议，需要开个会，暂时开会，先停一下。针对场上此时出现的多种诉求，栏目组决定进行专家合议。现在咱们今天要解决的不是怎么去还钱，女方说的非常清楚，请专家帮我分析分析我丈夫出了什么问题。嗯，这是她的诉求，不是说这些账咱们一笔一笔怎么给她捋清楚。嗯，因为现在债主有一部分债主没有来。我刚才非常赞成刘老师的观点，就是为什么莫名其妙的走，为什么不能共同担当，为什么要让我们这个家庭很艰苦的家庭陷入这种争议的漩涡之中？我觉得他们更要的是这种真相和感情的诉求。